举手的。这位帅哥你厉害哦，全台湾最帅气的新郎都是谁？放下放下，稍安勿躁，我数一二三的时候手就举起来哦，一二三。不好意思，我比较肤浅，我喜欢美女。这位美女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冠宇，正确答案，选一支。好，来第二题，全台湾最漂亮的新娘子是谁？一二三，这位爸爸，你小朋友的肚脐跑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来给爸爸一个回答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全台湾最美丽的新娘，你再讲一次，真的吗？你抱别人的儿子，那这个是要给谁呢？给小朋友啦，好，来来来，小朋友啦，我们给小朋友热烈掌声鼓励。这位原则上已经醉了啦，因为刚刚我看到，我听到他要走，很可惜啊，有点可惜了。那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准备进行今天的重头戏，我们来送卡洛皮皮行李箱喽。怎么玩呢？没错，刚刚是不是都有一瓶黑松沙士？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，待会听到音乐的时候，沙士桶一向右转，音乐一停，给桌拿到沙士的那一位就有机会来角逐今天晚上的14寸 Hello Kitty 行李箱的大奖。有没有很简单？听到音乐，黑松沙士桶一向右转，一一帮我下音乐，来哦，沙士桶一向右转哦。我说的话是关键，最快喝完上舞台的群体冠军胜利，开响！最快的，最快上舞台的哦，最快上舞台的，这一位，快，但他最快，他最快，他最快，但帅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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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来，格子帅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。最快，但是没有没有，你摔得最严重，所以再送你一瓶小瓶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太了不起了！我看一下有没有喝完，哎，真的喝完了，来往前，向前，帅哥怎么称呼？黄什么？红心对不对？红心的家伙在哪里？哎呦，红心是你哦，红心，我跟你说。冠宇准备了很大很大的大奖，比行李箱还要大的2个，所以请你先蒙上眼罩。待会呢，医生会拿出左右两旁各一个超级的大奖。如果你们喜欢哪一边，请你们的掌声跟欢呼声要大声一点，好了吗？来哦，先红心对不对？红心先拿出阿心左手边的大奖。今天呢，其实医生有点晚到，我大概5点半才到，为什么呢？我专程去小港机场，指定拿取新人要我拿的东西，多夸张你知道吗？连海关的专员都跟我说：“这位先生，你们是上市贵公司吗？为什么送的礼物这么的大，这么的夸张？”我说：“还好而已啊，我们的新人想要让朋友有一场世纪般的感受跟婚宴。”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阿星左手边的大奖，如果你们看到的话，要吓一跳，尖叫声在。这是左手边的尖叫声，但我想，如果他们看到右手边的尖叫声，一定会更夸张。大家知不知道红海专门代工什么？知道红海代工什么吗？手机，对不对？去年红海的尾牙是医生主持的，我跟他们的副总有一点熟，特地
打电话去跟他们副总协商一下，可不可以傻逼输一下？果然没有问题，寄了两款还不错的手机，至于是哪一款，待会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尖叫声加掌声可以来两下，准备好了，看到不要吓一跳。阿星用什么样的大奖在这里？听起来大家比较喜欢三 C 的产品吗？阿星，你要不要再听一次？你真的不要听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害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同事都笑得好开心哦，真的。好，倒数三二一之后，喜欢哪一边就举哪一只手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起开始。明智的选择，请脱下眼罩。来来，我跟你说，阿星说可不可以换这个？不行，因为呢这两瓶都要让你带回去呢，因为我们骑机车有点重。没了吗？怎么可能让你失望呢？来，今天的重头戏送给阿星。接下来呢，我想由我们的尤里老师带来精彩的桌。